大家好，我是天成，一个和平精英天才导演，江湖人送外号成导。今天我又来钓鱼了，因为我发现一处绝佳的钓鱼地点。话不多说，奉上致命的诱饵。这么多物资，我就不信不上钩啊！鱼儿，鱼儿，你快来呀，我在等你啊！导演，我来了，是我该出场了吗？大哥，谁让你过来的？还没到你来呢，专业一点好不好噻？好歹我也是斥巨资请你来的呀。那啥，导演，你不是说鱼儿鱼儿快来吗？我就来了。我叫鱼儿，我也没叫你啊。导演，我的艺名叫小鱼儿，你忘了吗？阿佩，就你这小学都没毕业，还学人家取艺名啊？可惜了，我那五毛钱了。上面那两个，我请你们来是来演戏的，不是来看戏的，还不跑？溜了溜了溜了！哇，导演，你枪法太牛了！拍马屁也没用啊，看我一枪一个，不干！失误失误，都怪我家猫在旁边老扒拉我，喵喵！去一边玩去，你还扒拉我，喵！那啥，导演，时间到了。再接着拍的话得加钱了啊。我也没钱了，就拍到这吧。都是我家猫碍事扰巴拉我。喵喵，你还敢来？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假装人机捡到两把信号枪时打呀，打掉啊，有信号枪就打掉。我操！你打地上干嘛？我他喵的！你是不是还有信号枪？有的话丢出来，给我啊，给我吧。你别打了，给我给我，丢丢丢丢掉给我。子弹子弹，一个白色的方块，不是啊，信号枪子弹，白色的方块，白色的方块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很大的一个，跟个急救包一样那种。不是不是，哎呀，给你给你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给你给你，你往天上打，往天上打，装子弹，我操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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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丢丢丢丢丢丢，别打别打别打，好，一个白色的，拉到最下面，一个白色的，不是不是，拉到最下面，哎呀，不是饮料，我操，一个白色的方块，对，里面有一点红的，在最下面，在你的包里最下面。往下拉到最下面。哎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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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！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没得错，依旧是那个每天早上被自己说爱醒的男人张天成，时隔多年重回老本行，今天任务钓鱼昂快。Nice。嘘，别说话，来人啦！这怎么那么多丰胸针啊？嘿嘿。这是什么个意思？我好像明白什么了。小姐姐，你干嘛呢？我。小姐姐，我在这钓鱼呢，多少尊重一下我的职业好不好噻？你在那RGRF干嘛呀？大姐，认清现实好吧，你这一看就是 A 好不啦？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你看什么呢？嘘，别说话，你看那边。把手给我。
新同学，咱们也来试试。不是吧，老师，小孩子才玩的，我才不玩呢。来一个嘛，来一个嘛。不来。哦，是吗？以后晚自习时长双倍，周末作业加十倍。别别别，老师，有话好说。就一次啊。那老师，我开始了啊。来吧来吧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当我用网络用语跟老师说话。张天成，有同学偷偷跟我说，你背后管英语老师叫牛马。不是啊，如荣老师， 你听我解释啊。牛马是什么？牛马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您牛气冲天，有您就马到成功。这是个好词儿啊！明天大会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给大家探讨一下。同学们，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牛马。我先走了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兄弟们，我是发现了，什么狗分钢浆的都没意思，好吧？咱们继续换上工作服，匹配路人。看看今天会遇上哪个倒霉蛋？就这小步伐，小眼神，哪个队友看了不迷？哇，宝贝，你快过来看，这队友好像人机啊。人机？不可能吧，怎么会像人机啊？不过还真挺像人机的。像人机就对了，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。哇，小人机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可是个人机，怎么能听见呢？哎，后面有人，完了，这把掉大分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我去，小人机比我都厉害。比你厉害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不对，人机怎么会拉我啊？完了，该不会要被发现了吧？说不定他是高级人机呢。好家伙，你才是个大聪明。也对。对了，把你的三级头给我。干嘛？不给？就知道欺负我。快点给我。来，给你。来，小人机，三级头给你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哦。哇哇哇，每次总能遇见这么暖的小姐，爱了爱了。完了，前面好像来车了，看来只有拼实力了。就这样还敢和我斗？这什么情况？这真的是人机？该不会被发现了吧？这人机也太厉害了吧！是人机没错啊。现在的人机这么厉害的吗？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天成同学，快来！这里有 AWM 来了来了。老师，你过分了。天成，你快来，这里多个三级头。来了，老师，这次你别骗我。天成同学，我看到信号枪了。信号枪。熊肉老师，你个大骗子。这火力也太猛了，目测是个满编。保一个，老师快用信号枪打我屁股！打你屁股？天成同学，
这不合适吧？哎，老师你想啥了？我叫你用笑枪把我送到天上去啊？哦，你们可知一种从天而降的枪法？哇，天天同学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基本操作，基本操作啊！哎，老师，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兄弟们，看好我这波操作！先升个蓝刀兵，封走位。再升个烟雾弹，让他们不敢莽。OK 呀、啊，就是现在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们。装作不知情的路人。呀，这里面怎么有人啊？谁这么损啊？给你们都堵起来了。里面的兄弟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谁给你们关里面了？能听到，能听到。我在外面呢，我怎么能帮你们啊？那啥，用车能不能顶开啊？可以顶，可以顶，快把它顶开。敌人已经上钩了。那你们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帮你们。我们带你吃鸡啊。你们带我吃鸡啊？啊 ，OK， 我帮你们顶开。等会儿啊。可以，可以，谢谢，谢谢啊。你叔叔，这谁这么损啊？把你们堵里面。我们灭了里面的一队，后面有个老六就堵住洞口了。我要是能出去，我干死他丫的。这大哥是个狠人，太好，他们不知道是我干的。别急别急啊，兄弟，我看看能不能整开他。我跟你说啊，兄弟，我这人啊，平时最恨老六了。没错，传说中的奥斯卡影帝就是我。我先看看能不能救你们出来啊！如果你出不来，我帮你干死那个老六。跑了呀，我丢！Day two， 等一下，我再撞一下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哎，可以可以，还差一点。等我啊！开了开了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哎，上来了，可以可以，牛逼牛逼！等一下啊，我一个一个接出去啊。我操，我终于出来了。兄弟，走，我们带你吃鸡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兄弟，大哥我说到做到，这把鸡就让给你吃了。这不太好吧？那啥，大哥，你还不自怜？真讨厌，又吃鸡了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当我匹配到两个人机队友，什么情况？天成同学，快来看！怎么了，老师？耶，这衣服，这步伐，难道匹配到人机了？天成同学，看你后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。人机学你呢，天成。搞什么啊？给我去看看。哎，人机现在都流行双排了吧？我去，装人机！我不举报你，我吃屎！这也行，天成同学，咱俩也试试呗。赶紧换衣服啊！不爱。一了个谱啊！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。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你啥意思啊？那个兄弟，我不能打你头甲，三级头甲我要留的，我想打你屁股。
那我给你脱下来呗。那你脱吧。骨头，骨头，外挂！小兄弟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生气会犯了惩戒的。现在是文明社会，说脏话是不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小兄弟你又调皮了，不要乱扔东西，乱扔会污染环境，要是砸到小朋友怎么办？就算砸不到小朋友，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嘛。 98K 是要给我吗？你要给我你就说嘛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给我呢？哦，你想要啊？你想要给我说清楚就行了嘛，你想要的话我会给你的，你想要我，我当然不会不给你的，不可能你说要我不给你，你说不要我却偏要给你，大家讲道理吗？现在我数三下，你要说清楚你到底要不要呢？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